仇恨就像这堵墙，你只有穿过去，你才能报了你的仇，了了你的恨。可问题是，你穿得过去吗？仇恨在心中一旦建立起来，就像这堵墙一样，可能你一辈子都穿不过去。那么在你心里留下了什么？就只有恨，什么也没有了。门道，回头吧，回头是岸。我已经回不去了。少林寺是一个可以让你超脱一切的法地，只要你愿意留下来。真真现在生死未卜，我一定要出去。师父，救你了。救你之前，正念方丈是有交代的，5年之内你不能离开少林一步。多久？王府现在岌岌可危，你让我在这儿待5年？不可能！山下边现在马上有大事发生，王府马上要出大事了，我必须走。方丈说的话只能管住你们和尚，他管不着。哎呀，师傅好像伤口裂开了。我好像剑伤裂开了。师傅，我伤口好像裂开了。师傅，我伤口裂开了。少林寺法相森严，由不得你。南京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，已经发生了2起血案。中军都督程大人，还有荣顺王李王爷，为了我们百姓，为了我们大明的江山社稷，惨遭严党杀害，满门涂炭。而朝廷内外，血雨腥风，严党走狗把持朝纲，残害忠良。庙堂之上无人敢言，我们大明的江山社稷已经危在旦夕了。下山，打开！我们就这样听之任之吗？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！我们能让程大人、李王爷白白去死吗？不能！明天就是李王爷出殡的日子，我杨修会送他最后一程。有人愿与我同行吗？我去，杨公子算我一个。我也去，我也去，我也去，算我一个，我一定去，算我一个，算我一个。谢谢，谢谢。金国难，清君侧侧，金君侧侧，清君侧侧，金国难，清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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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侧，金国难。该准本周文字，
今有援应天府荣顺王，既系赋险不臣之重犯，李明玉因所犯之事重，不与其以王侯之礼葬之，且行庶民之葬礼，并不准有亲族之外前往吊之。如有，不用念了。诸位，多有打搅。我可以很简单的告诉大家，明天谁要是给李王爷送葬，就会被视为同党，轻则打，重则死。高剑兄，吾辈是九毒圣贤之人，岂是贪生怕死之辈？况且现在官府色厉内荏，外强中干，就算我随你前往，你又能忍我？我刚才说话你们听明白没有？诸位同言，千万不要被官府所骗，千里公道自在。走吧，告辞了。别走，别走，告辞了。请留步，别走啊。你在家里烧香，我绝不管你。只要你上京，我必须得抓你。不要做毫无意义的事，听大哥的话，别去。收兵。真说你要替程家鸣不平，你要带着棺材去上书死谏，你要担起这大明的江山，可是到头来呢，你的棺材没有用上，我父亲却是等在了这里。更可笑的是，我竟然陪着你一起去救我